Hello， 大家，超级快！我的运动贼计划竟然一季就已经这么快结束了。那时间很快，我也拍了21集，也很感谢运动贼计划让我的频道，可以有一段时间的小爆冲、突飞猛进，然后累积了现在的你们来看我的频道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接下来呢，目标会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企划，我会在我的影片当中呢加入一些实际的训练课表，提供给你们接下来有一些训练的目标或者是一些比赛可以来参考，那跟着我的课表一起训练，或许能对你的比赛有一些帮助哦。所以希望你们接下来可以继续锁定我的频道，那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在这半年多以来，应该不到半年，3-4个月以来对我这次运动贼计划的支持。那当然第一季结束了，还会有第二季，所以大家不要担心，接下来在明年度开始就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运动贼计划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频道啦。那接下来呢还是陆续会有一些影片会上片，很感谢2018年以来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还是希望我们明年度还有更多让你们更喜欢的运动相关教学影片。好啦，那我明天这边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喜欢变分享，这边可以订阅我，下一集影片见，拜拜。不行，太大了。